我要问我妹妹的女儿，2008年属老鼠的。2008年属老鼠的。想问什么讲吧？她不讲话。一个瘦瘦的男人在她的身上，头发白的，过世的亡人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瘦瘦的，脖这个脸颊。瘦下来的，头发全部白的，去查一查，好好给他念小房子。好。先念69章。69章小房子。而且我可以告诉你，在他身上不单要叫他不讲话，还会让他智商弄得很低。他现在的实际智商跟年龄已经不对了，他的智商最多几岁只有。我讲对不对啦？啊，对对。好啦，要放生几条鱼？12000条。12000条。还有这孩子每天睡觉之前给他念27遍大悲咒。27遍。他晚上至少这个晚上会睡得好一点，平时早上给他念49遍心经。OK。好吧，还念礼佛大忏悔文，你好好念。我看见你打过胎，掉过孩子。不是我。老实一点吧，算了，你今天你一个人来的？对。一个人来的？嗯。一个人来的，要不要我看看你什么时候流产的？我都看得见。告诉你，你自己，我讲一句话你就知道了。妇科很长时间没有来，到了很长时间了。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不来？最后来了，就冲掉了。你我问你有没有这情况？有不啦？我告诉你们，经常不准时，就是已经怀孕了。谢谢，听得懂吗？谢谢。现在相信了吧？谢谢师父。